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人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惊。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众，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努力。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人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0800-2977-138，现场电话0800-2977-138。咱这个电话原是和当事人定称的电话0800-2977-138。来，咱来看。这个新闻啊，吼，这个伪造体检报告，陆军两个上司啊，遭受到起诉。来，咱来看内容，这是中央通讯社，台中五日电啊，吼，那么这个电应该是电话。啊，来报道的哦。那么陆军第十军团长是这个女上司，为参加体能伊的这个监测，甲杨氏的这个同袍为做体检报告，啊来交检哦。那么监测的时阵遭受到炸祸，台中检方。今日以伪造文书罪来起诉两个人。台中地检署起诉书第一讲啦，陆军第十军团24岁长是的这个女上司，负责后勤补给的这个业务，27岁的这个
杨氏的这个男上司，都负责训练顶的这个业务。那么张鲁为参加1902年国军年度体能的这个检测咧，前往病院啊来体检。张鲁因为参加受测的时阵，时间拄啊咧到哩，吼，啊，这个体检病院阿哥阿未核发体检的这个报告。那么这个杨男哦，基于同袍伊的这个情谊啊，那么由张鲁提供相片。那么杨男甲伊打的，伫个这个算讲拍列印，伊的这个伪造体检报告上，并将伪造体检报告交予张鲁，啊来校验参加体能的这个检测。那么意思就是讲，伊来未及。这个病院医生都还未开始验的，吼、哦，也以这个杨男去同袍伊的这个情谊就对了，吼、哦，也替伊的孙子呢叫相片摕来，哦，啊，就打的，哦，这个算讲，这个表的啦，啊，落去列印，哦，为做的阵啊体检报告上就对了，吼、哦。那么检测过程中，检测人员发觉讲：“哎呦，这个体检报告无同款啊！”那么向体检病院啊联系查证，啊来查核就对了。那么专案由国防部南部地方军事法院检察署中部检察官办公室移交台中。地检署啊来侦办啊，那么台中地检署以伪造文书罪啊来起诉张鲁以及着杨男两个人，所以你甲看，本来是无代志哩，也为着的阵啊红中求案，你甲想看卖啊，吼，但即马大家拢。都硬起来啊啦，对不对啦？要本来拢软软哩，也无要紧啦 ，OK 啦，对不对？啊，反正这个军中的时阵啊，本来都拢有体检嘛，是不是安尼先？嗯，所以你甲想，吼、哦，为着红中求人呢，结果有诶吼，我甲你讲啦，即马军中真都歹过日啦，是不是安尼先啊？啊，啊，要安尼服，要安尼服得来个，啊，水怕水啊，啊。好啦，有关这件，咱就讲到这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